我们一路顺风。林，大家晚安，大家好。今天呢，再来分享一首欧阳菲菲的《爱的路上我和你》。那天分享了一首那个向往啊，完了以后，这首歌是她的第二首歌。我也跟朋友们介绍过，就是她在那个金曲奖呢有得到什么终身成就奖，所以呢，我干脆就把她一些我更觉得好听的歌比较经典的歌曲，就把它抓出来哈来唱。以前年轻的时候，说真的，她的歌我学的不多，因为她比较动感哈，所以那个感觉哈跟我好像学不来，所以那时候我这些歌真的会听而已，真的少唱。但是呢，今天特别把它抓出来唱一下下，好像也蛮好玩的哈。可能会唱的没有很好，但是呢，我觉得这个也是一个尝试，也蛮特别的哈，蛮 OK 的哈。这首歌呢，我唱的是女生的 A B 调哈，那也是呢我的第618首不同的歌曲哈，叫做爱的路上我和你，爱的路上我和你哈。感恩音乐人呢一路以来的支持哈，你们的支持我持续加油哈。还有如果是新认识我的朋友哈，如果说你们还没有订阅我频道的如果喜欢我的频道，欢迎订阅、分享、按赞哈，也可以留言想要听什么歌曲再跟我说，我再尽可能的学起来，跟朋友们来分享。我的2年纪念日好像快到了，快接近哈，现在是7月份哈，好像在一个月就有，在一个月之间，在一个月之后。OK， 朋友们，我有加油，拜拜，我们下一首歌再见，晚安。